蝶野公爵，哇，居然可以看到"蝶野公爵"这四个字，蝶野公爵也是我少数觉得超帅的反派之一。紧急状况，帮忙！电话。难道家里的通讯中断了？谁接？我就知道。我会被拖进电话里吧？没有没有啊，接接接。我好像没听说过被电话拖进去的情况呢。那是什么梗吗？被电话拖进去的情况？哎，有哪部恐怖片是电话拖进去吗？Hello，很好，和我预料的一样，是你接的。别说，闭上嘴听我讲话。你已经听说我的真面目，那就以你的真心回应吧，不用说谎。我会给你们情报。刚才我目击到幻影同人的魔人同盟的士兵啊，某个地方前进，他是艾米亚的从者，目的地是真的欧鲁塔的所居处。他在召唤后一直都是中立的，并把入侵者一一烧死。那群士兵们应该是打算先把贞德猎杀啊，避免成为你的伙伴。龙之魔女，你要救他吗？当然，我就知道。虽然我知道你果然与众不同，不愧是最优秀的狱卒，那就去星宿御苑吧，在那边越快越好。骇客任务有吗？啊，红心辣椒，好像倒是有吼，还是拖到店里嘛。红心辣椒应该是拖到那个插头里面插座吧？对方说什么？其实。好，我们要去救那个真的欧鲁塔。哦，那个女人居然不知不觉未经我的允许，还画了自己的领地。区区的欧鲁塔太自以为是了。啊，我要把她绑在装甲骑兵欧鲁塔后面，疯狂飙车。过分。很对，她是一条疯狗。我不过偷偷潜入他的地盘啊，他就吼着，也让你感受一下省略爆眼、爆眼、更多的爆眼。哎，龙之魔女，对一个纯洁无辜、穿着衣服的50岁大叔来说，也未免太过分了吧？你说的很有道理，我们还是去救他吧。今天会打完吗？打不完啦，太长了，今天再打不完。放心吧，星宿阿卡，是我也会攻击你的。你们干什么？形迹可疑的50岁大叔就必须死吗？我来规划路线，大家准备准备吧。你看家吧。对，你们家大叔怎样？大叔惹你们是不是？大叔错了吗？大叔错了吗？好，开打开打，两个欧鲁塔。哦，终于中了！哼，居然这个从者不用那种看起来最新潮的枪。说到枪手，比利小子那种就已经是勉强能接受的上限了。万事有例外，总有那种喜欢改造自己武器的人呢。那原本就剑，好不好？是你自己把它改造成品味差的枪。好了，魔女啊，To be or not to be。我真的最生气耶！邪龙咆吼。难道他？好嘛，要输就输，不如全部一起死啊！啊，完了完了，他来这一套了，这一套就是标准的，我赢不了，你也别想赢的意思。对，就是大家一起烧，来啊，一起死啊，大家一起来啊！自爆，真是个和本体一样，只会给人添麻烦的突击女，赶得上吗？La grande du hen，
就是只能 翻桌就对了，输了就翻桌，没错，输了就开闸。不愧是贞德的处刑之宴。啊，本来是要把它收为伙伴来用的。对，你是不是输不起呀？那个混蛋最后一刻用盾反弹，还逃跑了。可恶，我一定要杀了他！走都走不动了。算了，比起火刑，还是惨死街头比较好。嗯，或是被人所救哦。谁？喂，是我啦，被打得真惨，你会要还自爆吗？我还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讨人厌的冷血女人。没错，突击女。干嘛？不是说不管对方吗？对，我现在有狱主哦。哈 ？Master， 凭你？就你这种什么都会咬上去，像鳄龟一样的人，而且还自己很骄傲的强调两遍。我出色的女人就是与众不同的突击女，气，最气。反正会当你 master 的人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吧？肯定是那种会紧张说不出话，或是怪叫、形迹可疑，像八哥的怪咖。反正就是不正经的。你好，我是那个不正经的狱主。喂，你被骗了，你好歹也是拯救世界的狱主吧？你去找个更加可靠一点的从者嘛。哦，有那个更加一点可靠从者的就是我啊，请放心吧，真的欧鲁塔。我说你啊，要不要收我当从者啊？我比这两个能打多喽。哎，过分。就是说啊，我们哪不够格嘛？我都懒得吐槽。好，看来有些宗狗被宝具引过来，先消灭他们吧。哇，真的是，我觉得当个狱主真好哎，各真的是男后宫，男女都是你的后宫，好棒，好棒。我也想当狱主，可恶，我去哪边才能当上 master 呢？我也好想当 master。而且嘛，你看，你们想想看，当上了 master 之后，常常使用那个好友的那个从者，还可以帮那些好友的从者。抱歉，那是本子里的，没事。你看看阿福啊之类的啊。圣杯君的人生场屁啦，圣杯君永远都是只会丢一把菜刀啊，什么都用菜刀解决好吗？有这种地方可以让 master 只要当酒店召唤从者，只要新台，我的新台币有点多。那个，我跟你讲，你在酒店里面召唤从者，应该比游戏召唤到保姆还难呢。结束了。你是西路的，在这里干嘛？我现在暂时不当从者了。算了，总有办法。真可惜，如果你在这边就不会输了呢。对啊。喂，突击女。干嘛冷血女，我又没跟你讲话。
我听说附身在马修身上的从者是加拉哈德，换言之，他是我的部下，不准挖墙脚啊！禁止，禁止！哼，冷血女也会感情用事啊！哎呀，真可惜啊，他才不是什么加拉哈德，等他变为从者那一刻，我雇他也没问题啊。哦，啊？好啦好啦好啦，你们可以和平相处一下吗？喂，不可以露出无关紧要的表情，狱主，你应该站我这边吧？完了完了，要选边站了，要选边站了。哎呀，不仅被西路的甩了，还被狱主甩了呢。那个，我说，我们成功与可靠的伙伴汇合了，接下来开始反击吧。你别自己决定啊，新宿的阿卡。对，我想起来，你上次居然呢、啊？啊，抱歉，我潜入拍谁？啊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指的是你上次居然敢踹我的腹部啊！原来是腹肌，不是，没有，哎、欸。别告诉我你不记得了哦！别说新宿区，我还是在下水道逃窜呢。来的正好，该是火刑法庭开庭的时刻了，给我烧吧！哎 ，stop stop， pull time time， 喂，那个新宿的阿卡跟我不是同一个人呢、啊？啊？看表情是完全不信我对吧？啊，毕竟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嘛，但希望你能相信我。对方是邪恶，我是善良的，对不对？就像如果你们以后在街上看到一个 DA 很邪恶，那你们就会知道说啊，现在的我是善良的，那那个可能是邪恶的 DA， 就算长得很像之类也是这样子。完全不被信任。好啦，你可以相信他啦。是吗？不行。不知为何，从我老眼中流出的泪完全停不下来。你太可疑了。对，有没有路上看一个 DA 欧路塔？不是啦，欧路塔干什么？